我刚刚把儿子放水盆里烧水给他洗澡，结果我忘了关火了。现在他熟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夜晚打游戏时，有个女玩家玩的太菜，被队友喷的挂机了。不久之后，她重连上来便发出了这句话，我吓懵了。嗯、我仔细看了看这辅助的游戏昵称，居然叫“公主”。玩游戏一看就非常矫情。打野也喊了起来：“大姐，你不要吓人行不行？不想玩就算了，大半夜吓人就没意思。投降吧。”说完，他发起了投降投票。可是玩法师的队友没有开麦，一下子就点了拒绝。 所以游戏还在继续。此时，女人又发出信息：“呜、哦，是真的，我儿子他都煮熟了，怎么办好啊？怎么办啊？”我忍不住质问他：“我他妈从没听过有人把孩子煮着洗澡的，请问你是哪个星球的人？”女人哭着解释：“我本来本来煮好水了，开了一局游戏，水就凉了呀！你们又骂我，你们又骂我，我着急，我就我就连盆带娃一起一起放在了炉子上。呜，呜，可是呜、哦，没想到……说到这里，她突然顿住了。” 过了两秒半，他才恶狠狠地吼道：“都怪你们骂我，都是你们的错，全都怪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我懵了，谁料得到他会怪罪在我们身上？连最粗鲁的打野都赶紧安慰他：“公主姐姐，你先别这样，你把孩子抱出来，然后打幺二零啊，也许还能救。”没用了，呜，我一抱他，他的皮就融下来了，像注了水的气球，软软的，血水一直流，按都按不住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，快点投降！ 辅助家里出事了，要不你开听筒开麦？傻逼辅助，屁事那么多，那就投降。说完，他点出了投降，我们也一一同意。虽然公主还是哭着责怪我们，但游戏总算顺利结束了。两分半钟后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企鹅弹出一个好友申请，傅延氏，上一把游戏的打野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我还是点了通过。对方上来就跟我说：“完蛋了，那女人不会真把孩子煮熟了吧？不会真来找我们报仇吧？”我忍不住反问他。 你怎么知道我企鹅号的？你傻啊！营地里一查就能看到了。因为刚刚那把游戏是附近对战的匹配模式，这说明那个辅助他也是附近的人啊。他说不放过我们，说不定真能找到我们的。冷静下来后，我连忙安慰他：“别说的那么恐怖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人的啊？”我也加了刚刚一起喷他的射手，他跟我一样是住在天通苑的。你呢？卧槽，我也是啊。不对。 这里住了六七十万人，咱匹配在一起很正常嘛。最诡异的是，我们都在四区，你呢？我也是啊。讲到这，我的后背已经冷汗直冒。果然如此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加上法师了，我问问他什么情况。如果我们仨住那么近只是巧合，那他不至于也住在这里吧？好，你去问问，我等你消息。然而因为事情诡异，我也容易胡思乱想，所以忍不住上社区论坛去查了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天通苑这里还真出过事。 跟今晚那个辅助公主发生的一模一样，也是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，也是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把不到一岁的小孩放炉子上热水，也是打游戏忘记时间了，把孩子给煮熟了。这居然是真事！但我一看报道的时间，更不淡定了，这是七天前发生的事啊！如果只是刚刚才发生的，也不可能有这么详尽的报道。而这时候打野又找我了，法师也住在天通苑，事情非常不对劲。我拉个群说，我的额头渗出了冷汗。群很快建好，里面一共四个人，除了那个女人之外，四个都齐了。 我也没看他们说了啥，反手就把刚刚看到的新闻链接扔了进去。你们先看这个，是不是跟今晚发生的事一模一样？过了一会，细心的打野率先说道：“你们看到最后了没有？这个女人后来被她老公砍嘎了。”我翻进新闻拉到最后一看，果然是她老公把她嘎了。而她嘎后到今天刚刚好是七天，七日回魂啊！这是我他妈什么都没做，怎么突然就热到阿飘了？不行，咱们就报警吧，别等真发生什么才行动，那就太晚了。 如果真是阿飘报警有什么用？还是快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我也觉得要做点什么，因为这事情实在太诡异了。这时射手却私信我：“打野有没有问你住所？你告诉他了吗？”我说了大概天通苑四区，但他也没问哪栋楼，因为他问了我，但是我没说，所以他不敢问你了。嗯、我察觉到不对，连忙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打野有问题，他找上我们，还像是预先知道我们住哪里一样，最后还拉了这个群，你信不信？ 待会提出什么办法的也会是他。他这句话才刚发出来，我就看到群里打野果然在出主意了。各位，我倒是有个好办法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听看？跟射手猜的一模一样。这件事越来越复杂了。射手假装配合的在群里回应道：“你说什么办法？既然我都能把你们给找齐了，如果那个公主真是阿飘的话，那她更能找到我们了。我们总不能等着她找上门来，对不对？我就想，要不我们上门去找她吧。” 祭拜一下他，让他放过我们，至少我们也算有诚意，不是吗？